来自四面八方的陆海空勤警卫都有啦啊。那么我们连以前最老的那个方法兵司令没有来啊，小兵来了啊。我们啊来共进一场。我们现在首先因为很多同学的要求，我们希望每年都办一次，所以我们联合金门同乡会，我是总干事，所以我义无反顾的话呢，就趁钱办这件事情。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啊的莅临。首先我们介绍我们啊这个会的联谊会的会长，那个李永传先生。我放完，你看放完了啊。李永传先生啊，那个我们理事长本来要来的，后来因为他生意做得很大，公司在金门很忙，所以哦现在目前在金门赶不回来了。刚才特别打电话来致意。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了我们立法委员杨振武南西湖处的主任蔡宗汉蔡主任啊，他便带来了两瓶金门纪念酒啊，要来给大家啊品尝一下金门酒的香醇甘甜，回味无穷。我们请我们蔡主任啊，颁给我们那个李永赞啊领导李会长来。好的啊，提前存在啊。那么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特别从台北赶下来的助人科技大学副校长洪春奇，就给我们家长放来姐来，这是我们金门的青年才俊啊，读军校以后再转文职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从金门啊专程赶来的我们啊。金门文艺的总编辑啊，陈彦忠啊，陈学长啊，他是我的一个摄影嘛啊。然后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到金门去养老，家有钱多多，还有地多多的李清办李同学啊，在我们总干事，还有我们敬爱的我们高雄李刚的，我们在金门的。现在也算是不会的，都是退役的嘛，哦，那退役的也没有那个代表那个委员呐、啊，哦，来跟各位请安问好，这个各位为国家辛苦，就成如一个媒体主任讲的，各位的青春都奉献给国家，但是现在国家对各位的待遇，我相信今天九三周年节可能在。全省连串的可能举办的活动，其实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心里有点坎坷不安呐、啊。因为外面人在那边为我们那个，其实我们的心是与他们同在的。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委员在这上任将近两年期间呐、啊，各位在看我在演出上，刚刚播到今天到高雄龙总，今天到那个台中龙总，到高雄那个学院。各位报告一下，委员已经上任来了，已经对我们行政院申请的那个医疗专机，总共资源有40亿的，可能在明年中那个生机就会推出来，基本可能为了这个医疗，我就会改善非常多的。那我们知道哈、哦，就是我们现在全金门的农民将近统计应该有将近20000人。哦，但是你看这个有人可以一人养老，那天我到我们台南农家去看我们金门从金门的农民到台湾这边来养老，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在筹备，就是在金门有可能要趁行政院争取金门设立一个农家，哦，因为金门有这么多的农，这么多农民，结果一个农家都没有，台南有3家的农家。那农家住宿的话，如果说你做农民收入才才6000块哦，再加上那个伙食费，加起来就会是4000哦。但是我们到金门，不管到虽然大龙这边，大龙家不用钱，但是大龙这边真的要进行不可能。但是如果到那个时候那个两户之家，一个人也要2000块哦。啊，如果说可以真的有办法，不在我们中央争取。成立一个农家，哦，那金门可能也可以帮金门县政府节省很多的工资，哦，所以说我们那个委员哈一直在努力这样，我们希望我们委员真的能成立这个
代表委员会，我们在九三四节向各位请大家注意。我徛蕾丝啊，吼，蕾丝小金门的吼，我63年来做兵啦。哦，迄阵哦，那个年代哦，叫做枪比人高啊。我们的学长哈，他是高我两届啊，果然硬哈。所以今天我是从台北赶下来哈，主要就是现在800壮士的轮值哈，就刚好轮到50期了啊，就是到9月4号。所以我去探望一下才赶回来，我本身是住高雄啊，所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啊，可能有各位乡亲以为我是台北，还是在台北，不是，我是在高雄。所以今天我们那个王学长啊打电话给我们说啊，我无论如何到台北完之后我就赶回来。那各位这边在座的哈，绝大多数都是我的学长啊，我63年干军人啊，那是幼班啦。那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很感谢啊，其实在座的啊，有很多的学长啊，在因为金门人来到台湾都特别的团结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像我们这个陈学长还有我们这个王学长啊，都是对我们很有照顾啊，我毫不客气的讲啊，在金门在来到陆军官校或是军校的这些学长学弟啊，表现都非常的好。好，我举一个例子，好，对我照顾特别特别多了，有一个叫做黄一鼎，啊，各位都认识嘛，啊，他我们是很遗憾，他没有升到上将，啊，再来就是一个洪廷举，啊，那我为什么要跟各位报告，我们金门，啊，在这个军中的表现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比得上。我举这两个学长，为什么？这两个学长他们那一期叫做45期，来到军校的只有11位。但是升少将以上的有10位，那整个台�湾加起来的，他们有300-400人当中，他们旗上只升了30几位，那你就可以讲我们金门人在这个地方的奋斗，啊，那也承蒙各位哈，在座的学长啊，对这边的学弟有照顾，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在台湾站得住脚，啊，谢谢各位，谢谢。啊，要让军人好。要让金门保持原有的风貌的话呢，我们金门台湾的16个同乡会已经严正的拒绝啊金门的赌博啊污染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目前来讲，我们金公校来讲的话，面临比较大的困局。今天我们很多学长同学学弟在他们，我们这么清楚，我们也是替他们来助威，替他们来赞叹，也替他们在鼓励。啊，所以我们也是说，在现在九三纪念节没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庆祝一下自己的活动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把金门同乡会啊讲在一起啊来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那我们杨维一理事长，因为他的工作很忙，所以他没有办法赶来，他特别再出啊谢意。本来他说要送半打高粱酒都不用，现在很多了，喝不完的。啊，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哎，我们请可以请上菜好。投什么票呢？拒绝在金门设立赌场。
假设你要投同意的票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浪费支票的钱。那您如果是要投反对票的话，我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就是同国的，我们就是好朋友。记得11月28号回金门投，记贼在金门设立赌场。我们要维持我们金门原乡人的淳朴，我们不能太让那个赌博危害我们的子子孙孙。就传话到那个金门市议会，谁敢让他通过，谁拿了这个钱，我一定带一群人回去丢骨头。因为我讲，那是我们金门的经济命脉啊，我们要是非要分啊。那个你200亿投到远东航空公司，我跟你保证，不要超过3年，清洁溜溜。哦，对我们金门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哦，所以我讲做对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赞成支持他；错的事情，像比如来讲这种博弈这种条款，我跟你讲，说一句老实话，党上没找金门破，党金门还没破，韩国、像新加坡很保守的，党找新加坡破，对企业当造，这金门。反正赢赢的，想要走，啊，无误啦，啥物因素袂走，啊，主要谁好处呢？迄个开条件的人好处，还有金门少数爱赌的人好处，其他的我们大众的金门绝对没有好处。所以刚才陈小姐提议这个，我赞成。大家如果有空，对金门出肯定过。共同享有金门的美丽家乡，感谢各位金门的人员，非常谢谢，感谢了，来。